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，我是阿美美，欢迎来到阿美美败家轻商。对，那今天也是要来介绍圣诞彩带哈。那圣诞彩带呢，这一次的包装不一样，是用折叠的哈。那数量比较多，我把它分成三堆啊，三堆啊。那这个编号在这里来啊 ，PM0071 啊。圣诞彩带一堆100元啊、哦，一堆100元。那这个三堆我都放在桌上啊，我们转个镜头来看好了。好啊，这样因为东西太多了哈、哦，拿起来不好拿。好、哦，来再隔一下，哎，对，好，这是这样是一堆，对，这样是一堆，所以我弄三堆哈。哦嗯，那到时候会是之一、之二、之三，到时候我会用塑胶袋装好，各位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颜色非常的好看。对，它这种折叠的，就是有个好处，就比较不占空间啦。因为有时候空间太占空间，它就是折叠的。第二堆，啊，这是第三堆，啊，一堆都是100块的。啊。一堆的数量大概20条左右了哈、大概了。蛮长的，可能也是在一米左右吧。有了，超过一米了、都觉得是超过一米。所以这个要来圣诞节装饰也是非常的好用。对对对，拿起来就可以绑了。对对，绑个大大的蝴蝶结这样子。然后也只有三堆而已。对对。啊，总共就是这三堆哈、啊，这个包装方式叫折叠式的，这样一条一条这样子。那编号可能要稍微跟人家讲一下。对对对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这样子啊。好。啊，从前面就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。对。前面开始算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。对，我等一下编号啊。啊，各位如果喜欢这个，这一款的圣诞彩带的话啊，可以到我们卖场下个标啊。或是打电话也可以的。对对啊，今天我们也介绍了好多款的圣诞彩带啊，圣诞彩带就先介绍到这里啊。那我们等一下还有其他的东西，我们会再回来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